OK。OK，这把我我听到吃了，肉我汁，觉得我还吃挺肉简单汁，的。我吃肉喂，汁，我吃肉汁，你我生吃肉肉质我给你汁，报。我吃肉汁。OK，我吃肉汁，我跟刚子，我吃肉汁，对我对跟对刚子，对，我我是先给肉满汁，了脑袋。我吃肉汁，我跟刚子，我是肉汁，我跟马我老师吃肉先走汁，我是呗，肉我跟汁，马我老是师肉先走汁。呗。我来，小秋，哦，我你跟别马过老来，师我们先先报一进下去。对呗。对对对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你别 OK，过来，我在门别口。过来，别过来。我是工程。OK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帮忙守一下，小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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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秋来，我是肉汁，你信不信我？OK，OK，OK，你信不信我 OK。你出去，你出去，你们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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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。我到这里。我肉汁，你信不信我？吃肉汁吗？对。是甜肉汁啊。对。我单走去了，你应该知道我称。OK OK 好好好 OK。我杀的人，我报的警，因为我不确定这个九月，然后结果我到了，到对了。首先，我们一堆人，我上到地牢以后，仔仔在那说他插个键盘在那个框框旁边，这个时候我们一堆人往下走，哦。太医走了，太医、仔仔还有我，还有九月一块。那么我到这个九月一定为狼的情况下呢，仔仔把太医刀了，应该是如果没记错，太医是跟仔仔一块往上走了。他们说回头掏一下去地牢了，然后上去了。仔仔和太医往上走了，我呢往右走了。这个时候九月一直尾随我，我回头直接把他刀了，我刀对了。那九月是他刀对的牌，那仔仔你为什么要刀太医？你给我抿一下，好吧？我觉得可以全票打飞仔仔了，我。那就要听仔仔怎么说了，因为当时我去到饭堂之后，当时九月是最开始跟我复活的，但是我是直接去到了那个实验室，然后当时有太医、九月，然后王大魔来了，我说我回手掏，我就跑去那个隧道那里找，就想会不会这里有那个啥，然后突然间就拍警了。那王大魔认这一刀，我不就信不信他嘛？我王大魔认这一刀，他说仔仔也动刀，那听你们两个聊咯。杆子发言，我是开局去给马老师报的身份啊，然后，我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啊，金额一直在吓我啊，你有点不对劲啊，一直吓我，我不知道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，反正你在吓我。然后大魔他这一刀，这么说的话，认吧，好吧，我认80%啊，然后主要是听马老师信不信，好吧，我过了。哦，名字发言，这把倒了两张牌，一张牌是好刀，那我跟孝三在一起，然后开局的时候，我跟孝三跟小修我们仨复合在一起，孝三说是好带，我说我也是好带，然后我们俩就在聊这个我们俩刀的条件，啊，在聊的过程当中拍的零，那不排除我们里面有狼，别的信息没有，但孝三我们俩都没有动手，啊，过了。刚子你在说什么呀？这轮的焦点位明显就在李仔仔还有大谋这里，然后我是跟修可爱先站在外面，然后等着跟那个德一对身份，然后我连动都没有动，没怎么动，然后你对完身份以后呢，修可爱过去了，然后你就在这里喊什么静儿静儿静儿，你别靠近我静儿，你就好假呀，你的戏好假呀，这轮焦点位根本就不在我们这里，我们是没有刀口的，但是你还要在这个在进来以后再踩我一下。刚才你说你害怕吧，我觉得你不可能是演的，但你这个进来还要踩一下，那你绝对是演的。我不知道你报的什么身份，但你在我这儿可真的是就是完全不做好，因为你太假了，演的过。还真是，我也觉得刚子有点做作啊，然后就把这里位置不带你，我也想听点点的发言，我觉得名字这个还可以，还挺好。没有大梦的事业，我只是我跟刁队一个报身份了，我还是死了呢，被狙死了呢，那刁队有问题哈，那没死，但是他就好了，过。刁队一发言，游戏结束，清清爽爽。首先，我为肉汁，全场最硬，你们可以不信我，但无所谓啊，你们报给我的身份，我也只信一半。那么，我们就盘。宋静儿、刚子加修凯加我刁德一四个人在一块没有动刀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死了两个，王大魔为报警人直接上来说我刀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的确是他刀的，他抿出来了，第二他刀到了加拿大，对吧？那么已经出现了呀，答案已经出现了，对不对？王少为好好刀的话，你名字和肖战是不是必出一刀？你们俩不是同为好带吗？好，那么名字先说的，他作为真正的好胎，他敢先说。
那么我就等你肖战发言。你作为好歹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明知道王少刀了一个人，你不反驳他，你听瓦妹发言，你听什么？不用听，你绝对是假的正义，对吧？假如王少为曾警长做事的话，这把出肖战没有问题吧？因为我们现在，你要不要出？你们要不要出王少？出不了吧？出不了是不是只能出肖战和名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时候已经抿出来了死局，因为他们抿出来王少为曾警长，对不对？这个狙击狼他动手了，你是谁无所谓，你藏好，但是这有人出小三铁定没错，清清爽爽过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我是跟太医九月还有王大谋一起出生的，但是他们一直在那里盘身份，然后说什么什么带刀不带刀，然后我听得有点吓人，但是我也没听清他们三个在说什么，然后我就一直往上走，然后往上走，走到上面的时候突然下面拍紧了，我跟我根本就没有关系，我都不在现场，我不知道这个王大谋为什么突然会踩到我头上。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我早就离开他们了，因为他们三个人说什么刀不刀的，然后我觉得很危险，我直接就往上走了，这怎么能踩到我身上呢？那我觉得王大谋肯定是个铁坏走的，他因为他能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好人身份的情况下，他可能是打动了还是什么走的吧。那我本来是要投大魔的，那如果说马老师说名字有问题，那我觉得出名字也没有关系，好吧？但是我听归票，你可以说一下小杰。该人鸟吧，明明说的是小三。小勾发言，小勾刚自己一个人出生，然后一个人躲在饭堂里面，就没有什么的基本的视野。然后刚刚听马老师说了，说小三没有反驳大魔跟仔仔之间的对立，然后那我这把也跟那个马老师出小三过。瓦妹，你是呆呆鸟吧？啊，我点错了，我点的小三，我说错了，我点的小三。哦、oh, okay. oh, okay. 后来还好听到小杰说了。哎，票型为什么有点问题啊？饭堂集合，名字饭堂集合。不对。饭堂集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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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饭堂集合。为什么票型是这样的？名字，名字这个刀让他刀，让他，我们指定让他刀。名字，你指我，你这样，我提供一点信息啊，你这样。鹈鹕、笑三和我都为好。好，那我现在问你啊，是不是票型有问题？你们俩都为好带。好，那么我们先不用管王少、宋静儿，你修可爱跟我报了身份，刚子跟我报了身份。我比较信修可爱，因为他的身份稍微那个一点。那么名字，你去把瓦妹给他刀了，没问题吧？无论是他混听视角，还是他这个是，哎，你不刀他，你问题很大。哎，你是好人，你刀我。你不刀他，你问题很大。完了，快啊！完了，刀瓦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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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拉，我都开刀了，我搁这给你们。刀瓦妹，刀瓦妹，刀瓦妹，我给你们吧。我没有办法，不是。你的要求我做不到啊！为什么你正义你为什么到不了？你为什么到不了？刀一个推另外一个，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毛病吧？不是吗？你刀嘛，没事。好，逮到，雕的一发言，看得清清爽爽了吧？修可被刀了，还聊什么？不用聊了吧？啊，瓦妹不是你出的刀，宋静儿不是你出的刀，是明智出的刀。啊，是名字出的刀。那刚子你去哪里了？你去哪里了？你不为鸽子，你去哪里？你为什么不来？很奇怪。但是这把名字你面刀啊，你跑不了，你跑不脱。无论你说什么都没有用啊，全票打飞名字。宋江，你看到了吧？你归票啊，过。反正。天黑的时候我是全程是跟马老师还有宋金儿还有名字，我们应该是，我首先我不知道是名字和宋金儿是不是一直在一起，因为我记得马老师他是红颜色的，我是全程跟马老师贴在一起，根本就没有分开过，所以马老师能为我证明我是没有开这一刀的。那么我记得刚子是的确没有在人群里面一张牌，如果说刁德一说看到名字动刀的话，那就应该是名字吧，因为金儿我也没看清，但是只有刁德一一个人看清。但是我想听一下刚子，你在外资会干嘛了？为什么不到饭堂来？很奇怪，好吧。我这边会听马老师的归票出名字，好吧，过了。不是，但是嘎了这么多人在倚着我自己身份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名字一个人干不了这么多事啊。啊，然后马老师，我觉得你如果能把我宰着的话呢，我觉得金儿跟
名字就看他们共不共编嘛。但是你们这样子好像都打到我跟名字身上的话，那我也没有人保金儿嘛。那我其实想打金儿多一点，我觉得名字啊，他上把不是还在说他可能是好人吗？他怎么这把就啊，不对呀、啊，这么多刀啊，马老师啊，我想打金儿啊，我过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觉得不对。马老师上一轮的发言说，我跟校三里面，对不对？要出校三。上一轮认我为好，这一轮就认我为狼。而且那个时候关着灯，关灯之前我们好几个人在饭堂，你给我提出了要求让我刀里仔仔，我说我做不到，对不对？然后关了灯，然后小修战士就倒下了。瓦妹刚才说了一句话，说我没看清。是啊，所有人都没看清，怎么就马老师看清了呢？所以马老师应该是那匹狼。上一轮我点了一手弃票，哎，局势很明朗，校三明显是被好人脏出去的啊，好人被脏出去的，那我也是个好人，这一轮里谁最清爽？应该是马老师。马老师是那匹狼，自己刀了小修战士，自刀自爆，因为我全程点着 R 在动呢，没有点到，所以马老师是那一匹狼，剩下都是好人，这一票得挂在马老师身上。而且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过我是正义，怎么我就是正义了呢？我我虽然没有看清楚是谁刀的，但是名字你踩马老师说马老师刀的，那你就是铁狼，因为我是没有看到马老师有任何的滑铲的动作的，他都没有动。所以说我虽然没有看清楚这刀是你刀的，但是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确定马老师他说你这刀出了把邱可爱刀了，那就是肯定是你出的这刀，因为马老师没有动刀呀，然后你踩马老师动刀，所以说你肯定是个坏坏。那刚子，我感觉你的发言像呆呆鸟，就不知道你在瞎说什么呀。就是都说了名字有动刀，然后名字又踩马老师，然后你还能踩到我，就因为我跟你曾经一起在乌洞门口站着，而且我当时在乌洞门口，我为什么要往你身上冲呢？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我跟你在门口站着，如果要是你被刀了的话，那不是我就是自爆。所以你这个不能因为我跟你站在一起过，你就一直总想踩我，感觉像呆呆鸟这个发言，就可以先不管刚子了，那就投名字过。不对呀、啊，名字一个人动不了这么多刀啊！饭堂集合。我是复仇走的，饭堂集合， okay, 游戏结束。刚子，你往哪里逃？你报是不报？张刚子，真不是我。刚子，牛啊！牛啊！牛啊！我是杀三人啊！我一个人杀完了。马老师，他杀不了，名字杀不了这么多人。我知道了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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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名字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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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刚刚那个刀太厉害了。你捋一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们是一把手术。刚子什么？刚子工程师。对。名字什么身份？我后来反应过来，你是丁仪，我是复仇。是的，我是手术刀。马老师，你按 table， 你按一下 table。可惜啊，白呆血吸才呆，刀都弹全了。OK OK。开，高不复，高不复，开。